前几天我们的小伙伴带着迷妹们的爱采访了最近刚发新专辑的许维洲，94年的摇滚小王子，捏力周周做起音乐来那可以说是极其认真了，拍起大片更是格调满满。不过呢，想让许维洲改变画风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原来男神草率起来也是十分可爱的，你们还不赶紧跟着小八哥去现场看看。沉淀许久的许魏洲近日发行了新专辑《The Time》，第一篇章15分钟的疯狂，连音痴小八哥听了都要为之疯狂啊！其实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这张专辑其实是一张挺多元化的专辑。像第一个篇章叫做15分钟的疯狂嘛，15分钟疯狂其实主打的是这个摇滚的精神，然后后面呢，别的篇章会有不同音乐风格，然后也会有不同的音乐的这样子的特质的东西在里面，有不同风格的歌曲。被称作鲜肉壳摇滚核的许魏洲却说，新专辑最大的亮点就是抒情风的忘了我吧。你忘了我吧，你忘了我吧，就当是从未遇见好吧。就想到以前谈恋爱说的这些吧。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晚上听，晚上听我觉得会难受。捏力周周做起音乐认真敬业，拍起大片儿一个满满，然而当他画风突变草率起来竟然也特别可爱，小八哥都忍不住想为他疯狂打 call 呢。工作时候会很在乎自己形象，出门我不太注意形象，无所谓，戴个帽子戴个口罩就出门。那假如演唱会唱一半忘词了咋办？继续唱下去，因为我也忘词忘过，然后没有，我就唱，我还编出来现场，就现场编，对，现场编。我自拍就万年45度角这样，不是很会自拍。不仅没有偶像包袱，就算面对热情男粉丝的示爱，许魏洲也没在怕的。那如果要是粉丝突然跑上台抱你怎么办？抱呗。那要是男粉丝？男粉丝抱呗。这样反差萌的许魏洲，小八哥只想说再来一打。前两天